上面买，好像200多块吧。它有官方的正体中文啦，然后想说就支持一下，虽然也蛮穷的，不过200多块的游戏还行吧，贵不贵？反正等一下玩完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我相信就会帮我出这200啊，不是。这游戏叫什么？这个 Angels of Death， 我看一下现在 Steam 上多少钱，278块。他在拖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好像，这设计的其实还不错。然后他的眼睛闭起来很像那个戴墨镜，扎克，太好了！点点点到了吗？可是，那就走吧。不可以啊，血都还没止住啊！血，我都说过了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伤口没有愈合，如果裂开就危险了。不是都说没问题了吗？不行。我很担心你啊，瑞伊尼，干嘛那副奇怪的表情？不要露出担心我的表情啊，这样我会爱上你的。我会缝肚子啊，一直点点点干嘛？聊天室不要再点点点了。我有针跟线不是吗？扎克，点点点还好，只是失去意识而已。扎克还活着，他的那个小软泥的 CD 时间还没到。不能再勉强搬运他了，也不能把他叫起来走路，而且这些血还得止血跟消毒。先找看这里有没有药物之类的东西，稍微等我一下，我一定会帮上你的忙的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一定要撑下去啊！啊啊，撑下去！点点点点点。这游戏真的非常喜欢点点点管风琴的声音，有光了，总觉得这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呢。这个也总觉得有种。甜甜的香味，神所期望的是毫无污秽、毫无虚伪的人。扪心自问，自己是什么人吧？是被期盼着的活祭品，或是天使？若是两者皆非之人，并且寻求着神之救赎的话，坦白一切，忏悔吧。所以他是神，这层楼的看管者是神父，救赎。所以我要选一边的门进去嘛？刚刚已经知道说我是，汝为何名的问句，用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吧？瑞吉尔·加纳德，门开了，也对，是忏悔室啊。上班中又来听台啦，如果有药就好了。点点点，又再点点点，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一直点。忏悔室里面怎么会有药啊？
回事？哎呀，又有紫色甜甜的香气，是错觉吗？再这样下去我会产生幻觉的。没有出口，敢进去了就出不去了。大哥哥，有个小瓶子放在地上。等等，我把声音关小一点，免得我等一下又被吓到。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，不能受到很多惊吓吗？受到很多惊吓会很惊吓。墨水瓶，我靠，墙壁上直接出现字的，墙壁上有字，吐出你的罪孽。即使仅是收进小瓶子也行，那将会作为证明。接着仔细注视那证明，你会作何感想？为了知晓，污秽的大门已经开启。对这个瓶子吐出罪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有什么持有物？小瓶子。哎，不能用这个小瓶子吗？哎呦！干，两个门都开的。墙壁上浮现出文字，吐出你的罪孽。若不了解的话，只要将其撕扯拉出来即可。What？ 他妈怎么会了解啊？你在讲什么挖个鬼啊？大哥哥，你在说啥？你在说啥呢？听不懂。这边有一个污秽的大门，跟比较的大门有。这里只有一面镜子，看到我自己了。上面又开始写字了。仔细看看自己的模样吧，究竟是祭品、迷途之人，亦或是恶魔？但是神所期望的是毫无虚伪的姿态。镜子照着我的身影，照映着我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干，这个还会擦掉，然后再重写一次。你是无知的人，亦或是在欺骗自己？这里是忏悔的房间。若想离开这里，将自己的碎片握于手中，了解自己吧。我靠，墙壁就碎掉了。刚才的我就这样子留在镜子上面了。这镜子好屌、啊，自己的碎片打开，获得了镜子碎片。既然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他说要叫我握着他，不管面向哪里都照着我的，太强了吧！寻找自己的，吐出你的罪孽，出不去啊！所以要再来这间房间里面。吐出你的罪孽，若不了解的话，只要将其撕扯。哎，苏友，苏友！啊！干嘛？这里是哪里？而且也没有出口。哪里嘎？写着什么？你的双眼能看见自己的罪孽吗？若是那早已被涂黑的话，那便是自己所造成的。你是将那份罪孽给消除了，还是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罪孽呢？若那是自己遗失的罪孽，那就再将其完成，接受其中流泄出来的罪孽吧。再一次完成罪孽，并且接受自己。第三，画着一张少年在日落时分赶路并奔跑的画面，画着一张蛇的画面，画着一张猎枪的男人的画面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在这里完成什么就好了呢？把我自己拼上去，是。再看一次，你的双眼能看清自己的罪孽吗？若是那已经被涂黑的话，那便是自己
所以我们要完成它。这是什么？画着一张蛇的图片。少年在日落时分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割开这个猎枪的那个图画，因为我有枪。掉出了一张小羊的纸，获得了小羊的图画。猎枪的前端从被割开的裂缝中探了出来，得赶快闪开。他还会开吗？哎呦，画着一条蛇的图案，好，割开。掉出了一只母羊的纸，画着。哎，干嘛？一条蛇掉出来，蛇太大了，装不进这个瓶子里，而且还要小心不要被它咬到。等一下。你老师奈德利，他想咬我。你要不要走开啊？你在那里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大哥哥，你走开好不？画上的少年一边发出惨叫声，一边被割开，一边掉进，干你妈！蛇要咬我了！尖叫声装不进瓶子里。掉出了一张公羊的纸，获得了公羊的图画。白痴，那个蛇要咬我。他可不可以叫他走开啊？都放进去。哎呦，羊家族的图画。接受其所流泻的这个破坏这幅画。割开。红色的液体从图画中流了出来，可以装到瓶子里面去。哇！回来了，看看那是什么？还好我没有被蛇咬到。这不能当成药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吐出来的罪孽，各位。我刚刚这里没有门呢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味道虽然好像很甜，又有股腥味。你看我的眼睛跟被绝望给迷惑一样。各位看到我的眼睛了吗？头有点恍惚了。惊叹号，没有门。为什么？明明我得赶快出去才对啊，再找到出口才行。扎克会很危险的。为什么走路开始变卡卡的？哎呀，干！我走路的时候，我脚底下有，而且很卡哎。我的脚印是鲜红的，这个不是我的血，那会是谁？超卡哎！所以这是游戏内部设定，它这时候就变这么卡。有了四门，从里面传来了音乐声。我随便乱走，还真的找到门嘞。味道更甜了，意识有点模糊。管风琴声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卡了。你的忏悔算是什么？你是诚心诚意祈求救赎，为此忏悔的吗？你能够向神献上你真实的罪孽吗？但是在那之前根本看不出来你有罪恶感。若想祈求救赎，就在这里展示何为罪孽吧。在这里展示罪孽？
管风琴会自己那个，管风琴上装饰着一幅天使的画像。他叫我把它，不杀。越来越大声了，耳朵跟头非常的痛。哇，头好痛啊！比看到聊天室打等于等于头还痛。哦，开始回想起以前的事情了。哦，这里是教堂。后面的门打开了，有人走进来了，救命！管风琴又干，神父来了，点点点，你干嘛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何沉默？那你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这个教会的神父，名字叫葛雷夫。Gray 呀，神父大人，这次换你回答我了。你是谁？我是 Rachel Gardner。你是这层楼的居民吗？对你来说，我就是这里的居民吧，所以你就是变态啊！在这里面的人都是……哎呦，干！你不用这么害怕，我还没判断出你是怎么样的人，因为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，所以我不会做出制裁的举动哦。我并不是……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找可以止血的东西，是吗？止血剂啊？那是扎克需要的东西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可是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他们。很遗憾，这里并没有可以用于治疗的物品。要说哪里有药的话，丹尼的楼层有。不是吧？要我回去丹尼的楼层，我要怎么回到楼下去？和我一起的话就可以下去，和你一起就可以。我知道下去的方法。你说的话我可以相信吗？我不会撒谎。要去的话，你必须接受一点点考验。难怪到时候会最后一张还要再见到丹尼，因为回到楼下去啊。我不会现在就要求答案，你只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就可以。我暂时会在这里。能下楼的人只有那个人知道吗？先回扎克那里一下吧。所以这神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他倒了，他还用爬的，可恶！啊，不可以乱动！你刚去哪里？我去帮你找帮你可以止血的东西，不能勉强移动你，而且你也睡着了，就把你打醒，那是不行的。你头脑还真硬啊！那有找到啥吗？没找到什么。回 B 5的话，应该有医疗药品，只要我去，我操！吵死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镰刀好重，这是怎样莫名其妙。你不行了，给我躺好。我现在去下楼拿药回来，你给我躺好。扎克，你会死的，会觉得镰刀重就是因为身体在告诉你不行了。别确定我会死，我才不会那么简单就死掉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可是拜托你让我帮上你的忙。你在求我吗？难道你以为这样子我就会答应了吗？求你了，好不？
是说有能下楼的办法吗？那个应该没问题。你要一个人下去的话，意思是你还得回来是吧？反正现在没有办法挥动镰刀的我，只是个累赘吗？不是的，在我心中，你是。也是啦，现在肚子超痛的，动也动不了，我就躺一下。啊，别睡着啊，扎克，你睡着的话会醒不来的。要下去的话，就下到 B6 吧。在 B6 一开始我找到你的那个地方，你把在那里面的东西拿来给我啊！我知道了。B6，这游戏真是神！不是，这里还有一间门呢，这间门进得去吗？你怎么突然移动位置了？你刚刚这里一定会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要接受考验呢。你不要对扎克多做什么事，那是当然了。你要接受考验了。你还真是相当不希望我接近扎克呢。就算不用隔这么远，我也不会对扎克多做什么的。那我们走吧。瑞吉尔·加德纳 ，Rachel Gardner。看不出来这个神父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他居然有办法这样子。你为什么想让扎克活下去呢？如果他死了，我会很困扰。那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他杀了我。因为扎克对我向神发誓了。哦，那就是理由吗？既然许下了这么不得了的誓言啊！怎么回事？果然这甜甜味道就是从这人身上传来的。完了，我的眼睛又开始了。紫色，这楼是什么？瑞吉尔，瑞吉尔加德纳啊！好了，已经到了 B3 了哦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点刺眼。我能做的只有给你一些建议而已，虽然是考验，但也没什么难事。要启动。我从这里往下的电梯必须走到机关，而且按下开关而已。B3 的开关在监狱里面。如果你能按下那个开关，我就在最后打开电梯吧。很奇怪的游戏啊！紫色圈附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哎。他擅长利用那些机关动摇人心，引导他们发自内心的后悔，并且渴求得到救赎。只不过有点爱乱花钱呢，就把这点视为他的可爱之处吧。干，他一定也是有病之人。这里也许还徘徊着后悔与渴求救赎的人，也说不定。照相的地方，监狱是从这边过去往右吧。
上面写的是 welcome 吗？哎呦，这个东西我看的头好晕哦，又有声音了，里面没有照明，监牢伸出去能看得很清楚，这里没有特别的，但一定有一间有特别的，点点点。就是这间了。哎呦，干嘛又要逃啦？我靠呗，他妈这么多人。该怎么办才好？对了，当出现逃犯的时候，啊，他不见了。变射击游戏了是不是？那该不会？不如瞄准角度。打不到他的脚，干，这也太难打了吧！打不到脚啊！这个脚也太难打了吧，这只的脚，从这里打，从他跑到这上面来。打不到你，有没有尖叫声？这样就可以通过了吗？干！你真是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呢。对于呼喊着疼痛、痛苦的人，你既然会说一句“真爱是就轻易割舍”，而且表情完全不变，为了让扎克杀了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呢？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啊，瑞杰！我操，他不见了，不过消失了。全部都击杀了，应该不会再来碍事了。啊！是的。你是怎么按下这个楼层的开关？都没有紧紧追着你、妨碍着你的东西吗？有的，不过我全部击杀了，是吗？那么为何那么做？
因为很碍事，是吗？水温管理室那里，为什么我非得做这些事情不可呢？就一直莫名其妙，明明我想要赶快下楼去找药啊，为了要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。我没错，要说为什么的话，因为你是个异常的存在。究竟是可怜的羔羊还是恶魔呢？现在你接受了这个考验，也关系到了之后的审判。开了，干，又来了。从刚刚开始一直看到死去的人，我现在没时间害怕了。我很怕，你不怕，我怕啦。里面没有任何人。You don't afraid, I am afraid, afraid, oh, oh, afraid. 你不怕，我怕怕，你不怕怕，我怕怕。实际过来看，这里还被弄得真惨了。艾迪是个温柔的孩子，坟堂被弄得乱七八糟，他也很生气吧？或是因为太温柔了，这孩子总是担任负责收拾残局的角色，我也觉得他有点可怜。但更可怜的是那些本应沉睡于墓地里的人，本来因为他的体贴，他们还能够得到解脱，并在墓地里面被净化，现在就连那些也无法实现了。那么我就先走一步，你就加油吧。好哦，从有东西从被破坏的墓地里出来啦。你的妈妈的你啊，你的妈妈的，又从墓地里面出来的东西了。哎，出来！棺材本来不是在这里的啊。怕，还找到什么细细长长的东西？水底深处浮着像是人影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接在上面的东西。周围沾着大量的血，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接在上面的东西。干，那什么啊？干啊！从墓碑里面跳出来的东西自己动起来了。做成手形状的玩偶是会动的玩具吗？对了，别的还可以拿吗？好恶哦！
手已经够了，不需要你，所以多的就被我，多的就被我。把两个缝成一个。获得了神奇的十字镐。真的是很神奇。没坏掉还微微蠕动着。越来越恶心了。他又来了，我都看到了哦，瑞吉尔，好过分哦，好过分哦！那就算听到了悲惨的叫声，瑞秋，你也什么都感觉不到吗？不会想对人更温柔点吗？不会思考对他人来说什么才是幸福的吗？你真的只会为自己着想呢？除了自己以外的幸福与不幸，你连看都不看，所以你身边的人，连扎克也是一定都会痛苦的死去吧！哦吼吼吼吼吼吼！我可以只看到死掉的人呢，好可怕。可以深入思考这个东西，你必须要回到放着药品的 B 五，得赶快回去才行。瑞吉尔加纳的加德纳，你是怎么按下这个楼层的开关？在十字口上装上了会动的手型玩偶，再用那个东西按下了开关。哦，那些东西没有哭喊吗？没有，为何你能这么说？因为那些东西只是手形状的玩偶而已，是吗？完了，那些东西在你眼里看到的确实是那样吗？那也无妨，眼前所见的东西就是真实吧。快点让我去下一层，也行。真实。到 B 五喽。哥，我还有想去 B 六拿的东西，是吗？倒是无妨，可以吗？是啊。点点点，明明是已经来过的楼层，但是一直有种不协调感。不管是墙壁、电梯，都还维持原状。扎克的呕吐物也维持原状。呕吐物会动，大哥，我还没有存档啊！干，监视已经坏了，好可怕哦！扎克不是扎克醒了，医生醒了，全部爆了。这层楼居然什么都没有坏掉，这间房间为什么好好的？药品被拿光了，
怕。怕，超级怕。只有这里有过像是脱衣的痕迹呢。为什么这种游戏玩一玩有一种想吐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种想吐的感觉就算了，还有一种肚子饿的感觉。掉吗？傻逼！医生要来杀你了，不骗你，医生要来了，各位，来了。你就是那个医生，你不要来抓我，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其实也不用担心医生，医生会第四张才来找你。不会觉得这一切不幸的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吗？这种事跟我没有关系。快带我去 B6，就这么办吧。干，医生来了。让我把你的四个软钉杀掉吧！我操！嗨，早安啊！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达克，都伤成这样子了，亏你还能马上动起来。医生真的没死，这不是都奄奄一息了吗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吓到了吗？我就在衣服下面准备一点安全措施，不过我没想到你真的离开楼层 N 了，让我再斩你一次吧。啊，饶了我吧，我也不是毫发无伤的。不管是事前准备还是事后准备，我都跟你不一样啊，不过就连我也是很拼命的。
原本还想趁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攻击，结果你却醒来了。那，你为什么要带着瑞吉尔走呢？还有他现在在哪里？你是真心想问我的吗？我怎么可能告诉他你在哪里？如果我说我把他杀掉了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这垃圾。开玩笑的人，开玩笑也有点限度。那双眼睛是特别的，明明活着却已死去，那是多么沉静，多么美丽。他的眼睛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是我一直他看着看着他过来的。整栋楼真的都是智障，人有病的人。我对他眼睛又没兴趣，但是他想被我杀掉，而且要杀掉他的人是我。瑞伊要怎么样才不是你能决定的？如果说这就是爱呢？我知道他还活着，因为你都走到这里来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来给满身是伤的你一个建议吧。其实我啊拿着很多药呢，让我用这些药救你吧。只要你能把瑞吉尔的眼睛挖出来的话，怎么样？刚才我说过对瑞伊的眼睛没兴趣的那句话，我收回。不管是笑是哭，没有眼珠子的话就太无聊了，对吧？所以不管是眼球还是其他什么，任何东西都不会给你啦，这混蛋！真是愚蠢啊！那我要走了。而且呢，我必须好好守住他的眼睛的准备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塔克的话，他不会写字，有喝的，脏绷带，没吃完的零食掉在地上，所以地上都是一堆脏绷带。脏毛巾，肮脏的小刀，真不可思议，刀刃还是很锋利。带走，后头的小刀。脏毛毯。一卷绷带。他在这里过着这样的生活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对扎克一点都不了解呢。回去扎克那里。我想回到 B2， 拜托你了。开始越来越不懂这游戏到底故事是怎么了。应该说开始慢慢有一点了解，但也是因为这样子，不了解的东西更多了。扎克不见了，是啊，果然这一串的不幸都是因为你而起，瑞吉尔，
加德纳，我都说了跟我没关系。在 B 5有看到丹尼吗？我啊，唯一不了解的就是他了。我不懂认真深思熟虑的他为什么会开始做出奇怪的行动，那原因是因为你吧？那种事才不是我的错。你等等，这一路上一直看着你的行动，扰乱了这里的齿轮，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，令我非常的有兴趣。如果会影响引起不好的影响，我就必须要降下制裁。但你为了扎克去取药的身影，让我稍微燃起了一点希望。然而，那似乎也是因为我搞错了，你的举动太过自私自利，太过于无情了。而且您开始回答了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是因为想要让他杀了自己。啊哈 ，Rachel Gardner， 你的举动全部都是出自于自我中心啊！不是的，的确，我是想让扎克杀了我，但并不只是这样子。因为他为了我，他向神发誓会杀了我。瑞吉尔·加德纳，你说扎克他为你向神发誓的，就算立下誓言，你又知道他会不会认可这个誓言吗？若是其他人立下了同样的誓言，要选择哪一边，仍是由他来决定的，你不觉得是这样吗？若是神的旨意和你的愿望相违背时，你会怎么做？成为一个弑神者吗？斯里德问了一个残酷的问题。为了给你定下判决，得先做点准备。啊！好香甜的味道，那是迷幻药。来吧，瑞哲，加纳德，审判还会继续下去哦。什么东西？我操！有巨大蛇，巨无霸之蛇，好大的蛇，得快逃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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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扎克，醒醒，扎克！啊！有很大的蛇，快跑吧！在说什么啊你？你看在那边，喂，喂，快！吵死了！他把我打醒了吗？你看他的眼睛变成这样，大鱼小鱼，奇怪，什么奇怪？你在那里说莫名其妙的话，有一条很大的蛇，才没有那种鬼东西，你秀逗啦！我要再打一次你的头哦。你还好吗，扎克？你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方来？晕的家伙来过这里？丹尼医生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尸体不见了。你看，只有那种暧昧的男女才会在那边啊！你再这样子，我要打你的头喽！你这个小笨蛋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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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医生，他有说些什么吗？我哪知，你不用管那么多啦。你居然真的活着回来了呢？啊，怎么了？对不起 ，B 五药全部不见了。丹尼那混蛋说他带着药，果然是医生他。你有好好去 B 六把我说的东西拿来了吗？嗯，有那个就够了，给我。他把他肚子缠起来。那把早刀是扎克的吗？我原本用的武器就是这个，那就够了，那就走了。他拿双刀流，哎，你还不可以乱动哦。我都睡这么久，可以动了啦。等一下，让我把你的伤口缝起来。别碰我的身体，什么都别做。就算不做那些事情，我也不会因这点伤死掉。那样不行，我要缝，我要缝，我要缝缝缝缝缝。你是怎样啊？到这里之后，你就老是一副怪表情。点点点问号。B 3那个女人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我们两个是工具。她说的没错。
不对，扎克和我都不是道具。那是指什么？我是怪物啊，怪物才不会这么简单就挂掉的，对吧？豆腐那个图好可爱哦，那个是谁的？外国的实况主。受伤可是很普通的事情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现在可没有办法跑。我要去追医生了。去装个水，马上回来。有点渴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对了，我前几天不是一直都在玩那个《黑暗灵魂》吗？跟大家讲，这个游戏没事还是就是少玩，因为我最近一直玩嘛，然后到昨天把它破完了。但是我昨天睡觉的时候，昨天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就做梦了，然后我就梦到我拿着一把直剑在砍怪，够可怕吧，各位？梦到翻滚下床。刚刚说自己是怪物，是指你不是人类吗？对你来说，人类是怎么样子的？怎样才算是个正常的人类呢？神所期望的人，你傻到只记得那个吗？不管我是什么，都是很正常的，是很普通的。还是说那个啥？你说的那个神不准你被怪物杀掉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才没有那回事。游戏也越来越到了尾声，这个剧情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了。一直点点点，总觉得好像说了很无聊的事情。走咯，喝水补血。我忘记我在打什么怪了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是在打怪。扎克，你就是在那间有小刀的房间里面生活的吗？是又怎样啊？我只是有点在意而已。刚才的事也是，我完全不了解扎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点在意。我想了解你啊，那个房间我觉得还是打扫一下比较好，反正又不会再回到那个房间了。挂着一幅被割开的蛇的画像，找到一口气解决你。这里有出口，扎克，快点！什么东西？啊，这里也有蛇！别勉强你。
他喷血了，没办法把蛇都杀光，快跑！他一直在滴血。哇，跌倒了，又使不上力了，真的会死掉的。那要是后面的蛇追来怎么办？我才不会那么容易死掉呢。不行哦，不行哦，点点点，这是什么表情？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又要叫他休息了。之后的路我可以自己走，我一定会找到药的。你从刚开始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事情不放心吗？不是的，我他是怎么了？所以代表说他已经放心不下扎克了，他不单纯的只是想要被扎克夺走性命而已。我有枪哦，那你就把枪拿给我看看啊。喂，蹦什么蹦？子弹没出来啊！你带着一把没子弹的枪是能怎样？你在想什么？你这样子不就是去送死吗？你真想被我杀掉吗？嗯，明明是那样，你却又对我是死是活这么拼命，到底是想怎样？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因为扎克向神发誓了，结果还是那一句吗？你真的以为一个怪物会真心相信那种东西吗？你不是不会说谎吗？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存在。不对，如果神真的不存在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办才好？就算有其他人向神发誓，那也是不行的。他到底怎么了？这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点点点点点，什么啊？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了？下一个，没事要是叫人家笑一个，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哎，聊天室的各位，下一个，那笑容好伪，好变态哦！你看，而且你看他的眼睛，我要睡了，随你高兴吧。喂，拿去，他给我他的刀。获得小刀，我能好好使用吗？又来了。
门关着。闻到了带有些许刺激性臭味的流水，好像有什么在里面。难道是个开关吗？这个水碰到会灼伤，要避免踩到这个水的情况下面，所以要用小刀去按。打开了，小刀，小刀坏了吗？啊，绷带为什么还在我身上啊？门被关住了，有一个很大的控制感。书需要电力。哎呦靠北，虽然有电线，但线到中间就断开了。只要能够通电的话，所以又要用小刀了。啊滋滋滋啊滋滋滋啊滋滋滋滋滋。然后小刀呢？握柄的地方有点坏掉了。我一直都在拿小刀做这些事，哎。又有镜子，这个镜子上面居然没有，居然照不到我自己，要用小刀刺破。怎么会流血？小刀，镜子破了，但小刀的刀刃也破损了。对不起，扎克，仿佛我杀了他一样。越来越奇怪嘞，这游戏好像可以通过。又有管风琴的声音，我现在可以回去找他吗？不行。他要审判我了。这里是，怎么又回到这里了呢？为什么从这边也可以回到这里呢？这甜甜的味道到底是什么？但就算立下誓言，你又知道神会不会认可那个誓言了吗？若是神的旨意和你的愿望相违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存在了。不要，不要停下来！我想被扎克杀掉，不希望扎克死掉。是神父。结果转过来是丹尼的脸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相信我的，打个加一。哦，不是哦。啊，丹尼啊，那个人现在正在擅自行动。最近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那样子？把你带进这里的人，记得就是丹尼吧？不回答吗？我知道哪里有药，拜托。你觉得有这么简单就拿到手吗？点点点。
拿着被自己弄坏的扎克的小刀对着我吗？因为就是我带那家伙进来的。但是你看看现在的扎克已经满身疮痍，他被拐骗了，被你这个恶魔。你是魔女，又来了是吧？你都对那些人做了什么？丹尼是聪明又深思熟虑的人，所以他最了解这里，也不曾采取自私任性的行动。那么艾扎克又是如何？你们在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紫色萝莉圈缚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他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纯粹的人。他现在却因为你的愿望而被残忍的对待，遇到这么悲惨的事情，这些难道都不是因为遇到了你吗？真是不可思议啊，瑞哲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刚不就说我是恶魔吗？你果然并没有真心的信仰的神啊！我认为神所说的话是必须遵守的，那么又是为何？为何可以那么想呢？看来你并不是不回答，而是无法回答吧。你的心虽然愚昧的想得到神的眷顾，但却充满了虚伪。你肯定是欺骗了我的天使们的魔女，不是的。那么，今天就开始对你的审判吧。到时候枪弹辩驳了吗？各位，是我会。你就是和艾扎克定下契约的魔女吗？来吧，有人能对此人提供相关的证言吗？有，就在这里啊。我就是证人哦。让我来证明这个完美的罪人是多么坏心的女人。等一下，那我也可以。真的是枪弹耶，我不骗你。那为什么他的南瓜头变成西瓜头了？我可以证明很多瑞吉尔美好的优点。因为他很固执，让我有点想捉弄他呢，所以我才能证明他的样子哦。啊，瑞吉尔，我来哦，你可以放心的，我是站在你那边的哦。是吗？有三个人啊，那你们一个一个陈述证言呢，谁先来吧？神父大人，务必让我先。凯西好狡猾，让我先啊！我要当第一个人，为什么这样没道理啊？因为这被这女人害惨的，首先就是我啊。我和一开始就被这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你们可不一样啊！你老是这么容易歇斯底里，我好期待你的东西，你的证言。凯特琳·华特，请开始你的证言，请包在我身上。但他心肠却是漆黑的，正是名副其实的魔女。我不是魔女，你们看他还这么厚脸皮。当然有，我被这个女人用魔爪从处刑人的职位上拖了下来。扎克不知道听这女人说了些什么，竟然就朝我砍过来了。
艾扎克 Foster 也因为也被这女人拔除了身为罪人的獠牙，那副德性实在太难看，所以我就冲下去了。这女人一点淡然就很啪，被你开枪射中的时候，我居然很开心。你就这么想看吗？啊？这么想从我身上追求些什么吗？到此为止。刑罚还没结束，你讲的都是一堆屁话啊。换人了。总算轮到我了啊！大家都这么自我中心，希望大家也为人着想点嘛。对吧，瑞吉尔？爱德华·梅森，你能陈述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证言吗？不管是喜欢的地方还是讨厌的地方都可以说吗？那么就开始啦。我想想，他非常的可爱，他的声音像小鸟一样，有着我最喜欢的声音，而且他跟我很像，年龄很相近，而且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且采取行动的人，所以我才会想，如果能够早点和你相遇的话，该有多好！我早就知道你了，不过让我对你一见钟情的原因是，你跟我做了很像的事情。瑞杰，我知道哦，在 B6 的小鸟是你埋葬的，对吧？我就觉得我跟你一定很合得来，你说的很想死，你有点固执，我说的话你都听不进去，我说了很多恳求的话，还对你示好咯，全部都是为了你耶。但是失败了。我喜欢那样的坟墓，但那样子的我根本不想要啊！怎么能那样子的发展呢？在那个时候，我终于发现了我跟你最大的差别。虽然我很想得到瑞吉尔，但我都是为了瑞吉尔着想而行动的。但瑞杰真不是这样，你做出的行动全部都是为了自己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啊！太任性了，太自私了，很固执，太固执了。而且，为什么非扎克不可能？我完全不明白。那大概是因为你很自私，啊！他完全无视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幸福。这种人该不会就是魔女吧？我是这样想的。屁孩下去，给我停住请求，务必对瑞吉尔处以公刑。就这样掉下去吧，然后这一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难道你生气了？对不起，可是这都是因为你不好啊。的话，不要无视你啊，到此为止。屁孩欸，八加九，他什么都还没回答你啊！你的心已经被这魔女给迷惑了呢。最明显的，你心中想接受魔女，却在心中惧怕着魔女啊。这段剧情让我有点头有点痛，退下吧，屁孩。真是个不好对付的魔女啊！我不是魔女，你要记住。你好啊，旅行者。那些无聊的证言都结束了。瑞奇尔，你好像很冷静，因为你来了，所以安心吗？
丹尼尔肯迪肯斯迪肯斯，你有想要陈述证言的意思吗？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提出正经的证言，所以我也想要来讲讲看，必须由我来好好的说服，说说他的魅力才行呢。点，你知道我不会误会你吧？那么开始吧。你毋庸置疑的，却还要陈述证言，真是愚蠢啊！不过也只是代表大家有多么不了解瑞吉尔而已啊。一切都是在心理治疗室与他邂逅时开始的。那时候，我一直在找理想的眼睛，既是活生生的，却又是永远死去了的眼睛。当然，真的死去了眼睛也行，但还是会混浊掉呢。毕竟还是找不到，因为一般的人的眼睛都会因为情感而或者是心情而很快改变。你看，像我现在，本来是开心的表情，听到你这句话讲完这句话说。从绝望到希望，从失意到二意。不过我做这份工作也是难免就要面对这些就是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成了他的心理治疗师。哇，从现在回想起来都能感受到幸福的滋味啊！滴咩滋味滋味，如此美丽却又能够魅惑人心的眼睛，在哪儿都找不到啊！就像是在黑暗中平静的湖水一样，那样湛蓝。这样的眼睛足以夺走我的心灵，然后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之中，我发现了他的眼睛，正是我所追求的明明活生生的，却又永远已经死去的眼睛。因为他的心，毫无疑问的是异常的，是无可救药的，得不到救赎的灵魂。丹尼尔·迪肯斯，难道不是吗？丹尼尔，你的舌头是。蓝色的，你好恶心哦，丹尼。要说为什么的话，因为他的灵魂，别说了。点点点点点点点，他的灵魂是无法得到救赎的，因为他的灵魂是掠夺人的那一方啊。毫无怜悯的，毫不留情的，正是为了填补那填不满的容器，进而不停对他人掠夺的灵魂呐、啊。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好棒的眼睛，我可以仔细看看吗？之前在 B5 重逢的时候，你就露出一副不对劲的表情了，现在有种奇妙的感觉。但是你看现在的你，就跟原本的你一样了吧？有我在就没事的，跟我一起活下去吧，丹尼尔·迪肯斯。是你的西之类。关于他的魅力，我还可以再说明的更详细一点哦。已经不用了，已经没有再听下去的必要了吧？而且已经有了决定性的证言，证人可以退场了。点点点，没事的，瑞吉尔，我说过了吧？原本的你是不会被，不是会被夺走灵魂的那一方啊。他这样走了走出去的，已经决定了你的判决。你听到那些人的证言了吧？特别是丹尼的证言是很好懂的。一开始最了解你的本性的就是他了。确实，他看着你的时间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还要大。丹尼在陈述你真面目的同时，也没有否定你的意思。他大概也已经醉心于你这个魔女了吧？我不是魔女。那种事情不是我的错，是丹尼医生他自己单方面的。你都没有想过真正任性的人是自己吗？瑞吉尔·加德纳，艾迪他对你的做了那样的证言，他说你除了自己的目的以外，对别的人别的事物都不放在心上。然后凯欣他真是可怜，受到你的欺骗啊！原本心高气傲的他都变成这样子，太可怕啦！你就是个魔女，我不是魔女，不对吗？现在你对他们任何一个证言无法反驳吗？这时候就要拿出盐弹了。魔女啊，接受进化吧。这时候艾萨克就要进来了，艾萨克要进来了吧？对魔女施行火刑，
修。艾克要进来了吧？肯定也想对他下手，不是吗？为了自己，你打算把他变成活祭品？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在讲啊！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哇，凶！凶哦！快点坦白自己是魔女吧，然后在这个神圣的气焰之中向神献上你自己吧。I am not a 魔女。这种事情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。当然，瑞奇尔家人，因为你口中的神并不存在。从刚开始就把神挂在嘴边，那是为何的话，那是属于我的神啊。欸，我是站在神之视点的人，因为我的神就存在于神嘛，在这里我就是最接近神的存在。我有听过啊。信仰之心，那才是神的存在的力量。打从一开始，你并没有信仰之心，只有信仰之心，我才会有信仰之心。如果再跳下去给你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想被那个神杀掉。是我的神不存在。达克，达克，我明明是被达克杀掉的。好冰冷，明明很烫，却有很冰冷的东西在我的手里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？明明我一直伤害弄坏它，却又一直帮助我的东西。等等，我现在就想起来，又有刀。啊， BGM 不错，但是这个剧情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去找。这就是我的神，他要自杀了吗？我如何醒过来啊？这个楼层所有奇怪的事情都是幻觉，只是你让我的心看到的东西，是我的神让我清醒过来的。太难，没人净化你内心的魔女了。我不是魔女，因为我才没有定下什么，有的是誓言，是我的神给我的誓言哦。是吗？你这个魔女选择了这样的想法吗？就算那是错误的，就算那是三人神谷的谎言，也无所谓吗？是吗？那比起这个，不是啊，请快点给我药。你这个只在乎自己的可悲魔女啊！跟我来。居然有密室，那你先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扎克还在睡，我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你拿给我啊！你拿给我，这里一定有机关，一定有机关，一定有机关。放着消毒水、止血剂、造血剂等药品。
谢谢，我要回去扎克那里。等等，你不打算杀了我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已经有了新的神了吗？不是吗？有复数的神存在可是会引起分身的，再说你应该是没有慈悲之心的吧？你会妨碍我吗？点点点点，不会的话就没有那个必要，因为我不需要你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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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那么最后我就给你一个忠告吧。所谓的神讨厌说谎之人与污秽之人，前提是你说的那个是真的神。瑞吉尔加德纳，你很快就会露出破绽了。在帮扎克涂药，你还真的没事回来了。嗯，你这不是满身伤吗？遇到丹尼了吗？你是怎么拿药来的？没看到丹尼医生，是这城的神父大人给我的。还不能乱动，伤口又裂开了。我很擅长裁缝的，我自己来。扎克也擅长裁缝吗？还是我来缝吧。而且我想帮扎克缝肚子，干，好可怕。他当初他就是个杀人魔，觉得恶心的话我可不负责哦。而他的针线上次就帮那个小鸟缝过了，超可怕的。你这手不，这不全部都是伤吗？这个伤不痛的。弱爆爆的你，居然还能平安带药回来，这我要夸你。你到底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因为你是我的神。我能用扎克你借我的小刀把线割断吗？这把小刀很锋利呢。我不会让你就这样蒙混过去的，回答我。因为扎克是我的神啊。那种症状叫做什么？就是你明明被绑架了，但是你却就是对那个绑架犯就是心里就怀着怜悯之心而爱上他，那个症状叫什么？忘记那个病叫什么病了。是说我的小刀有点弄钝了，抱歉。他帮了我很多忙哦，对不起，不过谢谢你。快别动哦，好痛！哎，你呀。很痛啊，白痴！很痛吗？当然啊，我还以为扎克没关系的，我又不是被虐狂。我知道了，要更小心一点点。呢，扎克，你这身烧伤不会痛吗？早就不痛了，这样啊，那我继续缝合咯。缝好之后就要马上走咯。你也处理一下自己的伤啦。你受伤的不只是手，连脚都受伤了。如果你脚伤跑不动就麻烦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绷带还有剩的话再跟你借来用。在这里结婚了吧？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疼爱扎克呢？真是的，不要再吐了，别说那种恶心的话。
掉了。说往回走会不会有什么隐藏要素可以找？好像就像有隐藏门一样，结果并没有。坐下来，累了吗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，扎克？你不问我哪知道？也是呢。你的烧伤是怎么了？怎么弄成的？你问那个是想干嘛？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在意而已。那可完全不有趣哦，不有趣也没关系。在我还是小鬼的时候，家里的男人在我身上点火了，应该是生下我的女人她身边的男人吧。我只记得我曾经咬住她，把她的肉给咬下来。那个男人应该是想杀掉我的，不巧我好像怎样都死不了，他还是怕了吧。如果生下我的女人就用布把我捆起来，然后又花了点钱把我丢进那个像垃圾一样的家了。就是这样，怎样满意了吗？你觉得有趣？不怎么有趣，但是知道了我就满足了。该怎么说呢？我一直很想了解你。认真的吗？嗯。是哦。哦，是哦，真的假的哦。嗯。那能让你知道就好了。嗯哼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扎克你，还是很想从这里出去吗？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当然的吧。不想的话，我怎么会那么拼命？那就好。你真是个怪人，我说的话里面可没有任何的谎言哦。谎言吗？干嘛？扎克，那个其实我。把他爸妈杀了吗？啊！又打人家头，又露出了大鱼小鱼的表情。我一直隐藏着自己肮脏的双手的话，他一定会讨厌我的。可是他这样就代表他要一直欺骗他下去，他欺骗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应该要来到第四章了。这层楼是什么？这不是家里吗？好像有血迹啊。所谓的神讨厌说谎的人与污秽的人。啊啊！该怎么办？原来是这里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原本在的地方就是这里。等一下，扎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进去啊！不要看那里。敬请期待 Episode 4。